属不属于 Always 属于娱乐急先锋，娱乐消息八面通，欢迎收看冷热酸甜，想吃就吃，冷酸灵冠名播出的娱乐急先锋，我是燕维。哇，维维的脑海里现在还在嗡嗡的回想起昨晚歌手的现场，真的不愧是每年最值得期待的节目之一啊。作为卫视开年最强势的王牌节目，今年呢歌手的首发阵容也是颇得我心啊。歌坛导师及人物杜丽莎、林忆莲、谭晶等等啊，实在是让我听得心服口服啊。不过呢，最让我怦然心动的当然还是我们的阿呜，由萧敬腾领队的狮子合唱团，连我在电视机前呢都快被摇滚所震翻，可想而知现场能有多劲爆。所以呢，今天娱乐急先锋就要满足一下萧敬腾的迷妹们，献上关于他的一切。在去年年初，萧敬腾这一场特别的 Reminiscence 新专辑分享演唱会可谓是别出心裁，不但舞台造景复古，老萧更是与现场15位弦乐手以及6位乐手共同演出被重新改编的10首华语乐坛经典曲目。老萧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音乐风格，把传唱20多年的经典老歌演绎出了别样味道。此时的他对于自己的音乐事业已经开始有了更长远的打算，而当初那个在街头不羁叛逆的小小萧，一定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未来吧。寂寞让人忙，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点酒，多吃一些饭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
身体可恙，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出生在台北的萧敬腾有着二分之一原住民血统，他的妈妈是花莲县阿美族人。不过这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血液里对于音乐的渴望，直到小学六年级在家中捡到了一本摇滚专辑 Crush， 音乐给了他躁动青春一个宣泄的渠道。他曾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，功课我一点都不在乎，然后也是一塌糊涂这样。那我父母亲一开始就是希望功课好，后来就是希望不要惹事就好。这个有点叛逆的少年在十五岁时再三要求母亲，才得以在附近的音乐教室学习爵士鼓。三个月之后便开始自学之路，十七岁就开始担任爵士鼓教师。彼时的萧敬腾与二哥以及友人共组乐团 Dabson， 担任主唱以及鼓手的角色。该团以翻唱西洋摇滚乐团的曲目为主，因此可以说萧敬腾的音乐之路是始于摇滚的。而在驻唱过程中的历练也让他熟悉地掌握了各种音乐技巧。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自己。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悠天的旋律，爱是在教练处飘落的过程，爱一定是我也是你。我将全年敷衍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美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你的美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点快乐片段，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亲吻了他心房，看透了人
千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？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亲手护在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。第一次接触萧敬腾，总觉得他不善言辞，内向呆萌，有点偏离主流审美。但是呢，这样一块拥有音乐天赋的璞玉啊，在经纪公司的打磨下，已经焕发出夺目的光彩。萧敬腾首张专辑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，第二张专辑《王妃》也是拿下了五大金曲榜的冠军。对我该三次想念，那么就快靠到我身边。你含着眼泪的双眼，就证明我还在你心里面。 You are my destiny，宿命就会不能你出现。 You are my love， 永远。 You are my love， 永远。 You're my light of love，二十岁的萧敬腾在2007年以最强素人之姿出现在大众面前时，以踢馆者的身份分别演唱《世界唯一的你》《背叛》《新不了情》三战成名。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图。歌声超有爆发力的萧敬腾，对自己的歌唱实力可是相当的有信心哦。我一定可以打败你们。一夕之间火遍大街小巷，导致当时他驻唱的地方一座难求。于是萧敬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乐坛新人被评为2007年台湾十大新闻人物第三名。同年12月8号，还未推出唱片的萧敬腾登上金马奖颁奖典礼，之后花纳以重金签下萧敬腾，并倾力为其保驾护航，才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超实力歌者萧敬腾。没有东西宝贝，手指也决定跨出去，距离再也隐瞒不住狂野的本性，那就来吧 lover、yeah. G minus seven I'm a music fighter G minus seven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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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e don't make seven I'm a music fighter See don't make sevenCome on, show me something good 没有谁比谁好听，没有谁像一首歌只能拥有一种表情，就像话也说不出我爱你的原因。 Damn, damn, my lover、yeah. 蓝调忧郁无声，这却全是自残，流行摇滚可不可以？科学脉动音乐
真心。萧敬腾在音乐方面呢，总是百分百的全身心投入，这才有了2013年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实至名归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慢慢的认清楚萧敬腾，不再是当初那个不说话的男孩，而是像狮子一样，有着征服欲，有激情，有推倒一切逆流而上的霸气。而如今快而立之年的萧敬腾，也终于实现了当初内心深藏的愿望，组建摇滚乐队。爱到你不能感觉，不是自信。拥有你我才真正，什么也不缺。你让我如此完美，如此绝美。我愿意为你攀登到世界尽头，让宇宙听见。未满两年的萧敬腾，在2009年年底的台北小巨蛋举办了洛克先生 Mr. Rock 个人售票演唱会，成为站在小巨蛋开唱最年轻的歌手。2009年到2016年间，他以音乐总监的身份成功举办了 Mr. Rock 洛克先生有一种精神叫萧敬腾 Triple Jam 三种主题与50场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。在2011年首次从歌手跨界到演员，就凭借电影《杀手欧阳盆栽》中的欧阳盆栽一角，一举获得2012年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。我是杀手，按规定我必须在7天之内杀掉。是哦，这么快？谁花钱叫你杀我？我们每个人都这样问。杀手一旦接了单，近30岁的萧敬腾终于又玩了票大的，亲手组建了梦寐以求的摇滚乐队。2016年9月16号，狮子合唱团首张音乐专辑《Line》横空出世，并在台北举办唯一一场听歌会，更抢先一次公开10首全新创作。不但10首皆由老萧谱曲，其中9首更是由老萧亲自写词，也创下了老萧个人新纪录。这次初见面也立马点亮了网络搜索率，萧敬腾率领的狮子合唱团正是以摇滚态度在乐坛站稳跟脚。昨晚的歌手惊艳亮相，也足以证明狮子合唱团未来更精彩。是不是 Always Shubi 娱乐急先锋，娱乐消息八面通，欢迎收看冷热酸甜，想吃就吃冷酸灵冠名播出的娱乐急先锋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维。哇，今天啊，相信萧敬腾的迷妹们呢可能是一饱耳福。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的话，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送上萧敬腾的歌曲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还有多少摇摆的空间，让我用心动时间证明够不够，什么比例才能够符合爱真的没你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困难，还有什么
你